看这一题，他要你解这个方程组。那么一看的话，哈，我们就用代入消去法 ，x 加二哈，等于二分之三倍的 y 加三，我就把 x 加二给它带掉，带进去，这样的话就是二分之十五倍的 y 加三，减掉四倍的 y 加三。这个等于七，好，那 y 加三提出来，这是二分多少呢？十五减八，十五减八，这是七 ，y 加三，这个是等于七呀，七约掉，所以 y 加三等于二，好，二乘过来，所以 y 就等于负一啊。哦，就二减三是负一嘛，那 x 呢 ？y 加三带进来，这是二分之三乘以多少 ？y 加三是二，二约掉，所以是三。那 x 等于多少？三减二是一啊，所以 x 等于一 ，y 等于负一。